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。今天老师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大家，就是老师有一位学生，他现在在读本科，他现在正在写论文，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帮他做一份问卷。这份问卷的问题都是跟学习中文有关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理查老师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帮助这位学生填写问卷。只要你点击上面的链接，就可以看到这个 Google 表单的问卷。这个问卷不会很长，可能花个3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所以老师拜托大家能够协助这位同学，然后让他的论文能够顺利的写下去。那么先谢谢大家咯，只要点击上面的链接就可以找到这份问卷的 Google 表单了。那么拜托大家了。